泉州盐坊山乡的环保人清朝乾隆77年，就对广东平阴县来到台湾的，家的老祖公见当地后台人，有机会天朝转到盐乡来拜老祖公。经过安东人的打拼，廿几年两岸的环保重情总算有了交流。彼得反复加粗特别的盐米拜老祖公，盼内盐福台店，不但像天剑加粗的感情，没有产生的阴影。老年的农事和高保保轻轻的生我都早晨闹渐渐的房山红保拜祖公的法通一年比一年胎，不但像准备五山来拜，差不多所有家族的人都转来参加，要打帮盐福台店感谢田公伯对家族的庇佑。他的连续3年的哈转太多技术，再反头转来呢，再连续3年的哈来老七家的阿公婆呢做老年，从来见面的哈就盼一百种种，有差不多一千位间来，即俩即个众亲，韩国人的上众下众来个亲戚朋友，哈，来共襄盛举。环保年来台湾200多年嘞，也是13年前咪开始转去广东外族亲情。一几年唔但将两岸交错游来游去，台湾嘅环保年感情咪行下火热，有参咪咪还愿意参加交错嘅事务。祭拜的时候，没有分彼此。那也让我这外嫁女儿可以回来尽一点点的心力。借由那种活动，对人都来帮助啊，对家族宗亲来认识啊，有很大的帮助。跳那当带内发布给天音三太子在公堂面前表演，和大伯音来祝福。房山红木独到公园过节都可以到甲北三面始终向下嘅台场面，拜祖公都得倾讲家族嘅情感，没有大崩牙同后台子孙讲，我将老祖公强用三万大兵。下个新闻由苏新良先行做报道。